是鹿鼻音乐的丁东老师。那我即将呢要在鹿鼻音乐开课一门新的特别的课程，就是 Harmony 和声学。许多演奏乐器即使有十年以上经验的人而言，乐理程度多半还是停留在很基础的阶段。那对于和声概念似懂非懂，有很多不确定的理解，所以呢需要花更多更长时间去探索，要多花好几年的经验累积，才有可能弥补在这方面的不足。所以学习和声学的好处，就是可以让你有能力为曲子做改编，能够判断和弦进行整体的脉络，并且正确使用音阶，可以自行创作旋律，并且为它设计好听的和弦进行，有能力分析曲子，合理的安排自己弹奏的内容，减少时间浪费，对于演奏的理解会更有想法，并且增加你对音乐的视野等等。那什么是和声学呢？基本上简单的说，就是一个专门探讨和弦进行、和弦功能及调式音阶、运用的一个课程。而这门课程呢，我会使用 Berkeley 白克里音乐学院的教学系统，所以呢它会比较现代一点，那跟古典音乐所学的和声学是有点不太一样，那比较适合用在现代流行音乐中，例如爵士或蓝调等等。赶快来报名上课啊！